前期拿先锋放小龙，节奏快点。前期拿小龙，什么用没有？推不下来塔，跟打野说的，加打野好友的 X 后，跟他告他。别跟我说，跟我说没用，我不是打野。加他好友的 X 后，告诉他前期拿小龙屁用都没有，去拿先锋去，去拿先锋去打，吃个经验好吧。 nice。前期得带出来，前期节奏一直线上打，队友不行就没了。你继续跟打野说，继续告诉打野说是你这是节奏带起来，帮我把上路塔推了。你就三个小时没看掉127了，对呀，你要一天不看我都掉到黑铁去了，你快点看吧，我真求求你了，直播间就少你呀，缺你不可呀。有一个兵没吃到，别怕，剑魔没在，别怕，怕什么玩意儿呢？干！直接给我越塔来，打！不用害怕，就直接就干。想入侵你就入侵，反正我兵线是过去的。炸了？什么炸了？你炸了呀？你为什么炸了呢？他回家出装备了，这剑魔挺稳的。我得杀他。
我得杀，我不杀他的话，我的点烟白带，你知道吗？感觉还是别带饼干了，这饼干他们也不跟我拼呢，你说这饼干到时候还是得卖，没得用啊，卖个30块，鞋的话还能给我多加10点速度，还能给我省个300块。Nice， 下路 Nice， 可以啊。他是不是没带骸骨这个剑魔？他应该没带骸骨，我没有看到过他有骸骨。这人真的好猥琐，不给机会，没有机会。没有机会。基本上都是 QE 连招一跑。逮到机会了。哎呀 ,Q 没出来，你大爷的，这都能打不死，操了。Q 没出来，烦，不是上头了，那 QR 的 Q 没出来，一 QR 二段 W 接 QR， 这人必杀的，怎么能没杀了呢？是键盘有点问题呀、啊，还是人有点问题，还是他妈鼠标有点问题呀、啊？我操了，这都能没杀了，真他妈的服了，是服气，你这劫等一下，我奈什么干了？越想越气，真的，真的是越想越气。必杀的人没杀了，难搞。这波变相相当于损失了几百块。这波变相相当于损失了600块钱。真他妈的是狗屎运，我操，是真是运气好，实在是运气好。
今天就怎么玩都感觉有点难受，你知道吧？这右键点人也点不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操作有的时候也拉胯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人就是运气好加猥琐，等于不死。你看，每回的E永远都是跑，你知道吧？永远都是跑。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必须得杀他。你瞅这个逼，你们瞅，你们瞅，看着没？收兵他都不往左边收，他就一直往右边走，真牛逼！我操了，我看看你下波怎么不死啊！我让你猥琐了。你要么狠，你就一个兵你也别补，等你闪现好了，你等你闪现好了。好的。真他妈的，真是猥琐，真能忍。就那波没杀了，导致蝴蝶效应。最终啊，你退中啊，你下来干嘛啊？刀锋不是过来守了吗？你退中呀，姐。我操！秀！那劫为啥不过去呀？你掏他一刀，他不死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掏他呀？这怎么能不过去呢，兄弟？哎，还打，还打就不应该了啊！剑魔过去了还打。这你不死啊？你们打我上路兵需要守。我估计是今天打时间有点长了，有点操作不好了。有时候操作很奇怪啊，这把我们家蛇女厉害，蛇女厉害。看
开点窗户吧。窗户屋里有点夜。导致我手有点出汗，握鼠标有点滑。我估计都是因为今天这个台灯的问题，导致我玩的难受。哎呀，本来今天300分了。熟悉我的观众应该能知道，基本上我打剑魔对面是必爆的，这把的剑魔连爆炸都没爆炸，你说是不问题很大？你说问题大不大？问题很大吧，很大的。给我杀！你给我死，你还不死，小老弟！瞎火，给我拿！赢，给我拿下！谢老弟，你以为你放了 W， 这是干什么啊？怎么的？这大招不给他打出来？杀俺们家蛇！腿儿给你打蛇，拿下！大蛇也太狠了，大蛇，回家。把这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卖一卖吧。果然玩 EZ 的都是混的，很少有能起得来的。俺们家金钱豹，来师兄弟，等，可以打。够呛了，小龙，只要别让艾克这种东西起来，我跟你们说就行。这玩意儿起来太恶心人了。跟我来，超了这么多蓝，没事，刀锋没到，这波他们照样是打不了的。拿吧，他们不敢打，那刀锋没有大招，上哪杀那蛇女去？蛇女他们也杀不了，他拿大招杀我就杀了吧。300块，换上一条龙。杀龙收波兵。
这玩意儿是真难杀。他们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跑得特别快。对面的人跑得都特别的快。我去上个收兵。如果对面剑魔跑过来查眼儿，或者是谁意识到了这波打大龙，绝对的亏平。这就是不可能意识到的一波。没法打了，不能再推了，再推会出事儿的呀。为什么手老出汗呢？这是很影响我的操作呀。太热了，该开空调了，开点空调吧，要不就不热了。但是开空调又有点冷，肾虚。嗨 Siri， 今天天气，沈阳市当前天气为晴，气温28度。我操，到今天夜间，我是咋这么热呢？那都28度了还能不热吗？正常，可干。还挺疼。死亡之舞拿下。以后单排吧，别跟我说，别跟我说，听见没？别跟我说。单排、双排、带技能、学技能、出装，别跟我说，跟那些说双排的人去说去，别跟我说啊，这些所有的事儿都别找我说。哪个不知道，自己找。剑魔其实差不，据我的装备也不差太多，我感觉这水龙龙魂一拿就拿下了。你这不是跟我沟通的吗？我不沟通。单双排这种事情早早哟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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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哪儿走哪儿走，小黄毛哪儿走？双 buff 为什么抢我的？给我一个解释，回点血来。来，推中，赶紧拿下，赶紧下一把，磨磨唧唧。
在那杀什么人呢？这一开窗户，这外边的小孩都吵的慌。建议小孩十二点以后再放。太闹腾了。然后嗓门还贼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一次说话都是用高音来说的。可杀！这劫呀，这虚区呀，整个就这一个刮痧呀！给我杀了小黄毛！扇子吗？莫干娜拿就拿了吧，一波！打啥呢？这是，这到底是在打啥？快一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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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我开点儿空调，要不然这打不好。我看看这空调不能制热呀，制冷啊。